新年就快要到了，我的 cash 又要流走了。每个人都在想着，反着只有老板的腿还翘着。最近公司业绩下降了，拿不到花红被说是自己失责。到银行提款却发现没有余额，我怎么能在亲戚面前抬头呢？接菜，你是 New Year。 So trouble 今年来了。 So trouble Just lost my mind， 什么年货都还没有买。Hey girl, what do you want to buy？ 让我看一看，紫菜饼干，草莓蛋卷，这些价格怎么一下子涨了那么多？根据新年传统，新年就要办年货。我的88K买了东西之后，钱包马上破洞，没成想。日子苦了一点，暂时抛开埋怨，什么都不要想，大家一起来迎接 Chinese New Year。点差一点，哇啦哦，开销还没计算，原本我以为可以回本，哪里知道原来是自己笨。Chinese New Year， 很差嘞，一点新年气氛都没有哎，排得这么差，在排什么？唉，重排啊！整体都不能再排什么的 ，framing 又错完，然后跳180度，然后全部曝光了，然后镜头又很慌张。重拍啊！重拍，不用想了，重拍。重拍。重拍了！耶，纪念。